行。打打打劫 ，IP IC IQ 卡密码统统告诉老子。大哥，你走错片场了吧？这是古代。啊，错了，重来，老子要赖个命。等等，那个对方给你多少钱？我双倍给你，我家很有钱的。你还跟他磨叽什么？赶快给我杀了他！原来是你，哎，我说令淳焕，你这人是不是有毛病？你干嘛要杀我？为什么杀你？自从我嫁给三王爷以后，他就从来不曾踏入过我的房门。他心里只有你这个贱人，只有你死了，他心里才能容得下我。还不快给我动手！杀他可以，但他可是王妃呀。王妃怎么了？得加钱。加钱？你这个人有没有职业道德？道德？我干这个行当哪有什么道德可言？春意，江星辰，王爷，你醒了，来喝药吧。你还没告诉我，你为什么要离家出走？赤然每个月100两的利钱，也留不住你这个人。钱虽然重要，可是我不想被困在这里。我们说白了，就是上下级的关系。你给我钱，我替你保守秘密。我们之间根本就没有夫妻间的感情。别说我，没有夫妻感情。嗯，你说什么？我说药快凉了，还不快喂给我喝？哦。小姐，点心。嗯。本王有两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们，你想不想听？你能有什么好消息？第一个好消息就是令淳焕被关进了宗人府。好哎，好哎，好哎。第二个好消息就是，本王决定带你们去济南游玩。真的？什么时候去？3日后。